不晓得他做什么行业的，算命的还是风水的还是八卦的。像有一个预言大师叫做 Master Wang， 他说你会落选。谢谢 Mr. Wang， 也祝福他，希望他能够继续在。我不晓得他做什么行业的，算命的还是风水的还是八卦的，非常感谢他，他讲的我一定会参考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问题。